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呢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。这个艰难的2020年的开始，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。在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在舞台上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音乐了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在云上音乐加油和鼓励。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面，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，去学习和丰富自我，在网络视频上开会，在网络上给学生上课，也可以看一些自己一直想看的书，我可以更加专注地准备新的曲目。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让我学会了什么呢？我学会了拍短视频，我学会了自己理发。除了家人以外，陪伴我时间最长的就是音乐。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而音乐是永恒不变。不管是孤独、难过、郁闷，还是对未来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的时候，音乐能让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。音乐是一种共通的语言，让温柔美好的音乐可以抚慰人们的心灵，通过音乐感受到幸福、激励、记录、舒缓。在疫情期间各司其职的人们，音乐会使人平静，但也会激励我们的内心。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，就终会有抬头的日子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我向一线的医护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，希望我们能够携手打赢这场特殊的战役。我想用音乐来表达对逝者的哀悼，鼓舞这些逆境中的人们，以爱之名将美好的音乐献给一线的勇士们，可以为抗疫战士们送去温暖和力量，向抗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们致敬。音乐就像一道彩虹，排除忧愁和悲伤，激起大家的斗志，给大家带来一些勇气和力量。我们要用音乐团结一致，以音乐为伴抗击疫情，敬畏自然，敬畏生命。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，最能够激励我们全人类奋勇抗争的，将不是对敌人的仇恨，而是我们人类独有的爱的关怀。音乐是我们的心声，更是人类灵魂的闪烁。最美妙的音乐献给最可爱的人。祝所有的朋友们健康快乐，祝愿我们所有的人都平安幸福。希望用不了多久就又能回到那个熟悉的排练厅，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充满幸福、美好还有温暖。中国加油，世界加油，中国必胜，人类必胜，世界必胜。